我哋而家睇呢间就系顶楼特色单位，入嚟有双展门啦，咁一个 L 型嘅转角窗，佢啲窗真系好多。下面就湿地公园啦，然后再远就深圳湾个，好远好远好远。成个厅就相当阔，同埋用起上嚟都几实用。呢度就睡房啦，落地玻璃窗。望几多湿地公园景，要加蚊望，因为都几近湿地公园。直行啦，有一个平台位，个平台都几大，咁落雨啦就唔出去啦，可以 BBQ 啊，或者摆下啲室外用品喺度。然后呢度就厨房，厨房就几曲折，同埋呢度就有个工人房。然后呢边就都有一个平台，那个平台就由个厅咁样回字形咁样转过去，佢可以通翻个平台，用起上嚟都几好用。柜台啦，同埋台面都非常之多啦，最重要佢有个大清盘，望出去咁呢度可以带啲嘢食俾个平台，咁工作台面够嘅，有雪柜。嗰啲全部齐，呢度仲有一个细嘅浴室，简单好用啦。又顺住呢度行就系睡房区，沿途可以挂啲画咯。一入嚟就一个三趟门嘅房，呢个叫家庭厅啦。然后楼梯底就可以做一个储物房，再转过嚟就一个下厕。有呢度就第一间房。转过嚟呢边就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就大啲，又有个露台位，望嘅景观就阔啲，同埋深圳湾嗰边望得再硬啲，靓好多。然后呢边就应该摆衣柜啦，然后有个侧窗，在呢度就系豪宅嘅五件套，浴缸、企缸，所有嘢都齐，同埋有窗嘅。同埋幾好用，1000尺做到兩層複式 ，OK。然後我哋上一上個天台，個天台就細細地，有簡單拍一拍咁就可以走。個天台嘅空間就幾方正嘅，咁又係深圳灣嗰邊，呢邊就自己落雨，同埋佢有一個洗手盆啦，方便你洗嘢 BBQ。成個位置。整个景观又近到远，相当好。